我没中眼球吧？不是我。鸭脖。这怎么每次都是我呀？我操！小怪出来，小怪出雷德。小怪。小 H 开个闪避技能。开闪避技能。多叠点 DOT， 保证那个最后一点血打掉了。大 Warrior 是没事没事，那个 range 就那个远程怪多打点，多叠点 DOT， 打点打掉点血。不用这么恐惧啊，这个有没有任何没套近了吗？没有了，没事，不用管他。我转火，把血吸上去。炸开了吗？开了。我不好意思，好惨啊！上次录了一把 T 二的 ，T 二 C 那把没录。T 二 C 那把没录。没录那次。第二那次不是那次失败的时候还差一秒一次，没想到第二版一把过着，怎么没想那么顺？你妈还想说试试更了，就直接过了。你们就这么一边聊天一边录的录像了，到时候录完你一定要把声音去掉改音乐。不用，就这样停吧。发太快了，这是不加音乐了。等着后期处理是吧？我不会后期处理，说完我真不会。下个问题，添加个音频，很简单的。不会呀、啊。男是男，那个 AE 就做片头。After Effects 那个是片头倒是。这次爆炸，微软自带。但我感觉也不大呀，我都爆不到你。我又卡住不动了。大哥，别这样啊！你可以，可以了。没事，反正他玩的骑手不是盾位这次。黄亮，不是，反正骑手到时候能嘲讽就行，要不你能嘲讽就行。关键是我现在动不了。能嘲讽还能你别彻底掉掉就行了。撤。等我们转火的时候 ，OT 的尽快拉回来就行。行，都可以。我叫主教雷德吧。这次打了多少了？出来，我把你带回来。
技能，给技能，给技能。有只大虫子，做你扛。放手，放手了。你那边就是小 H， 你那边已经感觉不行了。你说之前奶得上的吗？嗯，这个范围太远了，我操，动不动就你靠标记距离。买下衣帽。你拉我虫子干嘛？我现在因为我没想用，我想留给雷德。控制了，控制了。对着在打我，在打你，开闪避，开闪避。其实我觉得用雷德的视角录可能会有趣很多。可以，后半程再划水，后半程。没房子，我们全是虫子。我看后面都是老一在打我了。没了解，你可以装一个，开了风筝后你不是风筝，懂了吗？正好下这场就快输了。右手，五手。我操！终于把他干到老五，干到跟灰狼哥。把你进去，他两个兄弟，算停手快，如果停手慢再慢个半秒，就说半秒。还是那个，所以下次九十万左右提前说，能我这几十万之中肯定还会慢。如果九十万左右正好能到底，下次我们普及这样的队，说半个月够了。我用吧，看你们三个旅游多久。嗯。